你看它后面全部都是土坡沙丘，连西极点的牌子都被埋在这个沙坑里。哎，那个沙为什么又这么嚣张？就是本来是这样骑嘛，对不对？改成这样骑，然后拿起来。小朋友不要学的，仅供节目效果。我这个是跟捏沙选手学的，他们就每个都会。泰拳啊，输的从上面滚下来啊！快点，泰拳，剪刀手，不。现在不止衣服上看得到它，还把它做成飘带喽，而且也一样是双面设计，反面的图比原设计更精致帅气啦。鹅的软胶钥匙圈还有骑行者飘带也都持续热卖中，赶快去鹅虾皮看看吧。Hello， 哇，送机耶！骑小波波出门，我们今天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虽然没有台东远啊，3个小时路程的地方。我们今天要去台湾的极西点，我第一次去，我还没有去踩过四极点。那我们今天要去踩第一个西极点——博圣灯塔。为什么要去踩西极点呢？因为我们的山羊爸爸、大爸爸董事长不老骑士，他去环岛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抓包他。今天是小尖兵，我们去看看老人家环岛算是非常厉害，老当益壮，但是他有没有在路上偷懒？平时是坐着保姆车环岛的，然后都是他员工在骑。我们今天就是纠察队，然后我们现在快要追不上他们。我已经先设定好我们的山羊内应了，所以有内应在呢，应该是追得上。赶快出发去追我们的阿董。阿龙哈，啊，我们又在旅途上啦。根据可靠线人内鬼的情报呢，我们应该已经超过 SYN 大车队了啦，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要先一步到他们下一个中继站去等他们，等他们过了之后，我们再追上他的尾巴。那不知道我们的阿董骑得如何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阿董喽。不知道那间的情报可不可靠？刚刚那间的 GPS 居然还给我断掉，吓死我了！一瞬间失去他们的踪影，害我有点不知所措。好啦，我们看起来超过他们很多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埋伏在路边。那我们现在先去找超商休息，然后等他们靠近之后，我们就去路边等他们，然后就偷偷的尾随上去。计划通，休息完啦，然后我们现在看着他们大车队逐渐逼近我们，那我们就准备要去找一个适合的地点埋伏他们。守株待兔中，海螺已经超过我们，我们内线已经超过我们了。我第一次开到保姆车开得比车都还快啊，因为这里都没车啦，所以汽车开得比较快是正常的。应该是会比这个快啦，有点慢，有点慢。我们保姆车已经不见踪影了。阿董，阿董，你在哪里？我的屁股要烂了 ，Come on baby， 耶耶耶耶耶，来了来了。不要睡着了，醒醒啊！醒醒啊，两位伙伴！哦，跟你讲，刚太兴奋了，大车队太兴奋，我整个忘记看董事长有没有好好骑车。我问题是，我找到董事长在哪？哎，我们到了，骑到我们的黑面极鹿野生动物区了。哎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前右前方，我不知道董事长是哪一个。我刚才从后面拍到前面，再从前面拍到后面，还是没找到董事长在哪。他一个人。我以为是双载的嘞。哎嗨，我还碰到大魔王，大魔王就在那边很高拐，人家都好好骑，然后在那边很高拐。怎样？人家要跟全程哎，要不要跟全程走啊？哇塞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，速度这样子哦，全部这样跟全程。为什么一直回避这个跟全程的问题？对啊，为什么一直回避这件事？到底要不要跟全程？不要。No。
哎，我偷问一下，董事长有没有休息？没有，没有，完全没有换手，完全没有换手。想要换手也不行，因为保姆车在最前面。因为他就没有要休息啊，所以叫保姆车、啊。他完全没有跟在后面的意思，那保姆车自己开自己的。哎，这船很壮观哎。从后照镜看啊，因为他那个前叉跟黄色的那个搭起来非常好看。嗨，柔，我们内奸在这儿，这样我们才可以跟到大车队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大车队会走哪条路。这个外套颜色是不是有特别设计过？来看一下，超可爱，后面全部都写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董事长环岛装，一点都没有要低调的意思。我告诉你，你应该把董事长用荧光黄，但我才找到，我真的找不到在哪里，这大家眼睛都非常的有神，我没有找到那个沧桑的眼睛，然后。我想要跟我们内线甩那一下，我想请，我想请，让我请，我可以跟着车队一起吗？可以。等一下，我要骑 KRN 去国盛灯塔。上次在越野那边没有骑到公路的感觉，那我今天就是在公路上面骑，看我们 KRN。耶，出发我们的 KRN， 哦，好，我不习惯了。突然从我们的小溪 B2 以太呢变成 KRN， 真的是超不习惯。哇，好轻松哦！天哪，新车的引擎真的是不一样，就是跟叉叉不一样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跟着我们的 SYM 大车队一起骑到国盛灯塔，就是蛮近的，大概5分钟的路程，所以我们很快就会到了。大车真的是有够轻，稍微扭一下吓到，非常的轻巧。不过动力方面呢，我觉得吹了会有一点迟钝，所以比起他们家的 Jet 跟 DRG 的话，它会延迟一下下，然后它的动力就会出现。那我是比较不喜欢这种油门啦，比较喜欢像 Jet、DRG 那样直线性油门。哇哇，我们这边还有欢迎绿队，我们已经到了国盛灯塔。抽一卡，我在想，我等一下要问问题，不可以拖到时间。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，我想要问董事长问题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说。那请问董事长，你之前有骑机车环过岛吗？没有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你为了这一次环岛，你有做过事前准备吗？比如说运动啊、休息啊、睡饱饱啊？这种玩法应该不用特别的、直接出去就好了，直接出去就好了。对，所以你到现在精神还真好，看样子就知道了。真的，刚刚想要在车队里面找你，我找不到你，因为我想说应该会有一双眼睛特别累，结果大家都一样，都很有精神，所以你对接下来的旅程非常有信心，绝对没问题的。这几年啊，那个三洋的车子市占率越来越好喽，今年是不是有点野心，想要 top 的位置啊？我讲究的是新站，并不是所谓市占的问题。我相信我们未来的车子如果做得更好，他们一定会再跟我们捧场。董事长的魅力真的是无法挡，车子的魅力无法挡。谢谢董事长，好，谢谢，希望你后面顺利，加油。好，谢谢。我们的感动的痛哭流涕。哎，怎么样？出发到现在还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整趟路程还蛮舒服的。在蕊稿的时候说什么要问一下他有没有办法还完，拜托，我们是 DRG 好朋友的。好啦，那谢谢你啊，这次又要为了车再还指导，真是辛苦。那你对于董事长爸爸的表现目前很不错，很厉害。所以你本来有预计他会在哪里偷休息之类的吗？没有，我觉得他体力一直都蛮好的。怎么现在才推他出来环岛？ DRG 就一起走了啊。他那时候应该还没有这个想法，然后我们这次在推这个活动的时候，他突然很兴奋，走这样。对，然后看到每个人就说我要去环岛。好啦，真的是非常热血的一对父子，看来后面是不用担心，所以我就跟喽。哎、欸，吃饭啦！哦，好赶，好赶，赶快。路上发生一个小插曲，害鹅差点就吃不到午餐了。这个人刚刚在环岛途中无聊到学会一项新技能。不是无聊到了，是因为我要拍照，所以我必须用左手控制油门，然后右手拿相机这样拿起来拍。就是本来是这样骑嘛，对不对？改成这样骑，然后拿起来。所以这样安全吗？就要找安全的路段，有点夸张。小朋友不要学的，仅供节目效果。我这个是跟 ESR 选手学的，他们几乎每个都会。那看来我报完名，应该是也会学会啦。师傅，我就靠你了。刚刚还走到大马路上去帮大家拍照，我想说车啊，小心车。
你有没有看到满满的 KRN？ 然后塞一个小小的待转区，对，就是这个画面太经典。你骑到现在，你觉得大车队，然后要待转，你觉得感受如何？不好，其实不好，真的，直接左转没有比较危险。真的，左转靠左，右转靠右，好吗？对，用你脑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啊，不行，这样被黄标了，我赶快吃饭。饭哦，柔柔请吃的饭。辛苦了，不理他。哈哈哈哈哈！要出发了。耶，吃东西。你才刚吃完。吃好料，来台南就是要吃好料啊！来自己去缓，我要去吃好料了。我们刚刚去吃个饭，然后又回到这里了，因为他们行程实在是太赶，所以他们就是这边火速的打完卡，火速的访问完，火速的在餐厅吃完饭就火速的走了，大约就是一小时，太赶了他们。因为我没看那个 GPS， 他们就在云林虎尾糖厂那边不走。为什么？听说在糖厂那边董事长突然想要请大家吃冰，那个冰店没有开，所以他们就等到冰店开了，然后董事长就发冰给大家吃，开开心心的吃完冰然后就出发，这样我们有时间可以超过他们，埋伏他们。目前为止呢，风纪小股长跟你们报告一下，环岛到现在为止，董事长是没有换手，所以他们就是从新竹公司出发之后呢，一路到刚刚是机西点台南的青谷区这边，都完全没有换手，也没有度孤，精神也非常好哦，果然是不老骑士。本儿最敬佩的呢，就是不老骑士。希望以后七老八十还可以有这种体力，可以骑个哈雷，或是骑个美式机车、印第安环岛这样子，开开心心、舒舒服服的骑车。到那个时候，我想就不用再变热血了啦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小纠察队风纪股长呢，成功的在路边埋伏了我们的蛙董。之后如果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神兽要环岛，欢迎来找我。但是那个八字呢，就不要找我了。那你今天抢劫他们 KRN， 骑起来觉得怎么样？悬吊还蛮不错的。那因为它车体非常的轻巧，整路都想要扭一下屁股，然后扭一下就真的是非常轻，轻到不能再轻，很像脚踏车。骑起来没压力，轻松又好玩。第二句就是热血操控，然后跑山什么的。KRN 呢，就是小巷灵动都市骑乘玩乐小车，打造个性 personality 的个人化风格。亮点在它的外观，然后刚刚这样子一整团骑过来，哇，全部都是黄，很撞色，非常非常的醒目。说实在，我觉得买车最重要的是买外观。我觉得还是外观比较重要，因为你知道速可达就是那样，再怎么差也不会差到太大。真的想要热血啊，去买中级啊，去买中级。有些人不喜欢 KRN 的外观，觉得它不好看，太骨架了。可是它有很多种改装的风格，我们上一支片呢有拍了好几种的风格给大家看，尤其是那个黑板烤肉，我告诉你真的获得大家一致好评，每个人都在拍它说它帅。那台真的是不但帅又精致，那个改装真的是哦，连我都很喜欢。所以我跟你讲，这台车呢，就是适合改造成自己独一无二的样子。骑乘方面呢，就是舒适轻巧，不要笨重就够了。所以今天有偷骑到 KRN 公路上面试乘，然后又有拦截到我们的阿董，还有我们 SYM 大车队，开心突袭成功。而小队长跟你讲呢，真的是有在环岛啊，后面我就不知道了，后面还有没有这个体力呢，我们就继续看下去，后面交给其他人啦、没错，那他们四个几点都会有四个不一样的 YouTuber， 所以到时候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别人的影片。我就是负责这个 C 几点，那这边就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国盛灯塔，虽然条哥一只有点单调无聊，他现在在挖土，对，还在施工。你看它后面全部都是土坡沙丘，这就是它很有特色的地方。然后旁边就是海，它后方的这些土坡沙丘呢，非常适合打卡拍完美照。那旁边的这个海可以踩踩水，还不错。听说鹅会吃土？不会。如果你们有骑车过来国盛灯塔的话，可以稍微看一下灯塔，跟它拍个照。主要是可以去后面的土坡去那边玩一下土。踩踩土啊，不过要小心你的鞋子会进沙。它这个连续几点的牌子都被埋在这个沙坑里。哎，那个沙为什么会这么嚣张？所以它后面全部都是沙丘。那就是分享给大家说，哎，来国盛灯塔呢，不是只有拍灯塔，它后面的沙丘很好玩，可以去走走看。然后旁边有海，可以踩踩水，还不错。附近呢有很多海产店，听说还不错。对你来国盛灯塔，可以推荐你去吃海鲜。我看到 Google 那很多不错的海鲜餐厅可以去吃，所以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来踩国盛灯塔这个 C 级点，还有监察我们的阿董董事长有没有乖乖的环岛。我们目的都已经达成了，所以我等一下就要去吃东西了，耶、yeah! ！
我就下次影片见，谢谢大家在那个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鹅的小铃铛，然后下次影片见。泰拳啊，输的从上面滚下来啊！快点，泰拳。好，来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Good。滚滚都滚。啊，抓电杆了。哎呀，好像慢动，好像慢动作，都是沙。我要拍我手。哎，为什么今天没有带密码？带什么密码啊？你来不带密码，要怎么来？啊，我忘没有脱外套啊。哦，原来外套脱了就有密码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等带密码。没事没事，没这回事。黑金彼岸，花在你身边，只要是谁给。